大家好，我是杰西。那六月确定开课的课程跟时间都出来了，好，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。那想要报名的赶快。好，确定会开班的是基础的文法课程，在六月十一号礼拜六下午2点到3点半，每次是一个半小时，总共会上14堂课。好，那你就会跟着杰西一步一步把你的文法的基础打好，所以你自己每次都翻一两页就看不下去了，赶快来跟杰西一起上英文文法，好，把你的底子一次好就把它打好了，这样子。再来多益的阅读课程的话，会在6月17号礼拜五晚上9点10分到10点40，好，也是一样一个半小时。那这当中会讲解5回的好类全真的试题，当中会讲到做题技巧，好题型，好时间要怎么样分配。当然还会整理很多的单字，好，帮你单字全部整理出来啊，就是你怎么样题目看得懂，好，全部出答案的，那你就要来上杰西的课，教你怎么样子好把答案找出来。好的，那这就是今天的小小的招生到这边，好，希望大家赶快来报名跟杰西一起在线上见了，拜拜。